这里是魔狐的巢穴，哥，你放心吸收魂环，我会保护好自己，也会保护好你。 甚至利用曼陀罗蛇将我们引入巢穴，一直等到哥开始吸收魔环时才对我下手。通常来说，魔狐不是群居魂兽，喜欢独来独往，但这群魔狐却异常团结，攻守有序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机智。 难道是传闻中和七个分身的三眼魔狐？我明白了，第二魂技魅惑。 虽然辛苦了一些，但我已经将蓝银皇的九个魂环补齐，昊天锤也吸收了两个魂环，乔吴也吸收了一只三眼魔狐的精神凝聚真魅魄头，魂力达到了76级。前几天我们在森林里碰到几个来冰火两仪眼夺宝的武魂帝国魂师，我担心他们还会再派人过来。 所以我想做一件事，什么事？小三，你真的有把握让你妈妈恢复人形？您放心吧，经过这次复活小五的过程，我对武魂的理解又更进一步。以我的办法，即便不能马上见效，也能大幅增快妈妈的恢复速度。事不宜迟。 我们这就开始吧。等等，小三，如果这个办法需要你伤害自己的话，我宁可永远这样下去。这几年，你爸爸把你小时候的事都说给我听了，我们都觉得深深的亏欠你。我们将你带到这个世界，却没有尽到父母的责任，你甚至没有一个快乐的童年。 如果你再为了我有任何损伤，我永远都无法原谅自己。不，妈妈，虽然我小时候不像别的孩子那样有母亲疼爱，但我从未因此觉得不幸。你们给了我生命，已经是最大最大的恩惠，哪有什么亏欠可言？ 爸爸妈妈，你们放心吧，哥不会不珍惜自己的。以后我们还要好好孝敬你们的。妈妈，其实这个办法并不困难。
用到的力量也是您熟知的，您只需要敞开身心，感受我传递的能量，尽可能将周围一切的能量融入体内就可以了。